好，今天我们来讲讲佛像的鉴定。佛像的鉴定呢，需要综合的知识，大致呢是有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是佛像的造型啊，然后是工艺，然后铜制、金色以及磨损等等。啊，由于历史上的造像呢太多，我们今天呢就拿这一尊天王像来讲一讲。啊，从造型上来看呢，这尊天王像呢身穿胄甲，这个胄甲呢就是我们说的盔甲啊，然后他手持宝剑。这个是佛教的四大天王之一的南方真长天王。南方真长天王呢，一副将军的模样，啊，是用来保护佛法不受侵犯的。啊，第二点，我们来从工艺上来谈一谈。在工艺上，这尊佛像采取的是失蜡法铸造，即一模一佛，啊，一般不会有第二件一模一样的，啊，而且为了脱模的方便呢，啊，通常它的底座和佛像的本身是分开铸造的。所以现在很多佛像的底座呢都遗失了，啊，也正因为是失蜡法铸造的，所以呢它的刻画是十分精细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怒目圆睁啊，非常的生动传神，然后胡须呢都是一丝一丝的刻画出来的，我们再来讲讲这个铜制，啊，因为各个历史时期用的铜制呢是不一样的，啊，这尊佛像呢采取的是黄铜的方式，它是符合清代中期的这个用铜的方法。而明代呢，通常是偏红一点，用红铜比较多；而现代仿品呢，则是黄铜的基础上呢偏白一点啊，这个是铜色上的一个变化。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我们所说的金色啊，如果是像这一尊佛像一样比较接近这个纯金的颜色呢，这个是当时用真金来溜过多遍啊得到的颜色，而现代的仿品呢，都是用化学金电镀上去的。它的问题就是或者会浅，或者会深，它不像这个接近真金的颜色这么自然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一尊佛像经过几百年的这种搬迁也好，啊，这种打扫也好，在人手经常摸到的地方呢，或者是撞击的地方，它会有些脱金，会有些自然的磨损。那么我们就要来观察这个是否是自然的磨损。过去的自然的磨损呢，它是深浅不一的。啊，它也不是有一定的方向的。那么现在的这种模仿的方法呢，是用砂纸啊，基本上是一个方向去打磨的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痕迹呢，是比较一致、比较呆板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鉴定的，也是鉴定的一个要点。啊，我们通过这尊佛像呢，啊，是希望大家对这种天王的造像，以及对清代中期的造像的这一个特征呢，有所了解。希望大家以后再见到同样类型的造像呢，可以方便的去鉴赏它，可以鉴赏自如。